昨天。
但星光擦亮，乌云渐褪去，我祝你感受你的爱，你爱我，亲爱的主耶稣，我呼吸你的爱，进入我心扉，是我的盼望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谢谢你的爱，你感动我心，是我走永生你的路。真艰苦，虽然要离开苏港埔，其实确实像像林萱姐安尼讲目屎的，算这个日子已经差不多要20年。哇！好，这都要掌声了。哇！思婷仔啊，啊思婷的名跟阮大安怎么样共名？所以我认捌伊，伊是查某囡仔尔。哦，啊，即卖是查某人。感谢做伫这个布鲁苏港埔，互我学习真多。阿妈好，我成长就济吼。啊，伫只虽然咱厝方面都蛮艰苦，吼，一定有
嘛有落目屎的时阵，啊嘛有笑眯眯的时阵。所以上帝予咱大人拢有教育的恩典，咱每一个人的运势嘛拢无同。凡说你会晓的，我袂晓；我会晓的，你袂晓。但是上帝肯要用咱，咱就足感谢。只要你有心，讲主啊，我做的是你的工，我是要应了你的名。我毋是做我家己搞，我无搞，我是基于说，不管什么代志，拢是学习。不管什么时间，拢毋是咱做了真熟手。有诶是咱头初初要接的，但是只要你肯学习，伫上帝听，上帝稳定，甲咱扶持这个下面，相信上帝予咱教也用的，一切拢会圆满，一切拢会照上帝意思。我得分享到这，我得讲，我讲我的老板是的。谢谢。因为对妈妈的心情是还是还是都对。在施工部，其实我不多啦，六年而已，我没有像正慧那么久。我开始礼拜天做工过两年，我这两年中间我还是做对，因为看他的妈妈，还有秀玲姐、娟娟姐，他们前面的服侍，真的让我心里学习很多。而且现在看到的是这些晚辈，都是五字头、六字头的哈，真的跟我们是，其实我们真的差他们很多。可是看到看到因今麦是新的出来吼，跟咱以前开始无同款，那个心血一直进来吼，而且是，唔是根本来就心情爱哭，而且唔是讲要离开的迄个，就是感觉讲真唔甘大家啦吼。我觉得说大家以后不要忘了我，你们要干嘛可以？我不会记得你，可以叫我没有关系。以后刚买私旅可以自己报名参加。那个当然是没有问题啊，我是说真的需要，我干嘛讲想着要使用那些？但我们真的是恩典，上帝要用我们，不是咱家己偌老安怎做的哈？上帝爱咱去做，咱就尽量去做。在咱会当服侍时阵，是咱的，咱家己的一种稳定啦吼。真感谢，我感觉在这种跟每个姐妹相处，真的是。我常常在我们妇女团契里面分享说，其实，在事工部里面学习到的是每一个教会的姐妹的不同的个性，在这不同个性当中，你怎么去学习？咩啊？你看到人的好，啊，要哪去学习人哦？我感觉这是对我在这两年中间，我学习上多，也是我家己感觉我收获最多的了哈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今天感谢大家，上帝，我有机会入来咧事工部诶，拄出来做部长诶时阵嘛，啊，搁事情，应该是讲无像两位啊，学生遐尼啊厉害，但是我是一个很笨的，而且也一个无敢管你看，是我拢甲你变嘴，但是我看你比较少，啊嘛是足侪人拢甲我帮忙，尤其是秋人，还有部长，出来部长，我什么都不会。我是刚开始的，外面就是戏迷的，但是我现在是结束了，可是我很喜欢，真的是非常珍贵，算给我一种很好的回忆啊。那我也会讲什么，该讲他们都讲了，感谢，不是我个人一定要谢谢，我在这里给大家提供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虽然我今麦到今麦等到嘛未跳，我现在已经变坚强了、然后他是我们南两区的第二任部长，啊，我是第三任部长。那第一任部长现在在安养院。所以我们不要去65年，我们南两区重新的社会部长。那我在这边祝福社会姐哈，我们要服务到85岁、90岁，我们都还有力气，我们都可以服侍，我不要躺在床上在家抱我怎么了？不要！我真的很感谢高爸。真的是郑慧姐是我的属灵长辈，不要这么说，也是真的是感谢神，我也会哭，
虽然你离开我们事工部不是结束，是一个你的服事的一个另一个阶段的开始，对，另一个阶段的开始。但是我希望将来你没有在我们事工部，但是我们事工部的活动你还是要尽心尽力。是南洋区就靠你了，号召人，只要有你在罗东，一部车都没问题。谢谢你，要不要亲一下？好，谢谢。最近感谢上帝，咱信心的经由伊的嘴巴，我要讲什么？我昨天是很感恩伊偌济，因为我是今年才接触到，其实我对葫芦树干无熟悉，但是我入来葫芦树干部，我讲讲真正葫芦树干部是比葫芦树干是一个指标。我伫葫芦树干部看到每一个姊妹就是尽心尽力尽意咧服侍。做上下工，大家拢无暗靠，拢真实的。虽然有当时啊，咱讲话互相安尼哦取笑啦吼，也是讲啊来小可低头吧，讲话话啊无了解人讲啊，即批时间播一句吼，讲话安尼口不遮掩。但是我们是真心的。他在说我啦。哈哈哈哈哈！是真心的，你会看到那种感动，真心哦，这个是上帝要给咱，尤其。咱伫年初领袖的时候，我甲伊话其实无熟。你看，阮两个拢大甲宽的。伊对教会福音事工，伊足担当。伊看到教会同工甲牧者迄个袂好好，伊足烦。伊就甲我讲，我甲鼓励，我去走去金山甲找伊个阿妹鼓励。伊也是佫讲啊流目屎。甚至阮伫咱的群组，伊也是甲我，要佮咱欢乐因教会。虽然伊。咱人会乱了的，我教会安尼袂改，我选择离开，投票其实心还佫看伫教会，吼、哦，伊是讲伊家己袂迄、那个疼心，伊唔甘去指责对方的无好，我干脆吼、哦、选离开投票。我伫教会看到，尤其来到苏家埔，差不多拢是安尼，所以我感觉讲，咱无所谓的歹，咱是拢毋忙人佫较好，就寻求上帝疼咱，咱拢毋忙大家佫较好，吼、哦，伊甲咱教示要互咱佫较好，毋是正经要甲咱指责。所以我是讲讲，基础三听吼，那迄是讲中规有一个限制，啊，咱十五岁，啊，得爱得力，其实伊是要给新人得来接力。但是咱这有经验的，咱就是传承。我相信每一个人的需求，米雪姐讲，伊恨不得大家拢紧搁较找，找讲较请教。啊，咱的生命都有价值，都使用的价值足关键。吼，所以我嘛要鼓励伊话，咱咧服侍是服侍上帝。对教会唔好失去信心，咱随时就是咧修复教会，哦，因为教会伫个，咱会当让佫较侪人感觉咱感觉得到一种喜乐。你看，啊，看咱食这圣的，人讲，哦，我昨下咧讲，阮这坐要出去，因五十周年，啊，阮遐叫着摕一万块要互因翁仔某见后生，甲带去。游山玩水，我咧管阿姨讲，我讲我拢唔免咧，我进来做基督徒吼，我咧吃喝玩乐拢上帝管付钱咧，啊而且吼，拢一群人咧做做迄个气氛，足欢喜的吼，迄种喜乐是你伫外口得袂到的，所以你看到吼，我拢毋茫讲较侪人来，要当入来的，咱拢尽想办法，甲你这制度看改搁较好，互想要入来的人，大家来享受着这个生命的甘甜。啊，咱拢是阶段性的，但是咱对这份服侍无放手，所以我搁毋忙咱大家讲是恁退休，但是我们退而不休，哦，但是服侍搁继续三年，为着这个福音事工，尤其环境愈艰难，要安尼快乐无简单，哦，咱得把握住哈，啊，祝福意外，啊，加油加油加油，哈，你够优秀，你上个，你够足感心的，上我一箱迄、那个。金山寒枝，我送你到我身边，我就送到为台南去哦，一抓落去台南，我妈妈、我阿姐、我阿姨，我大家拢甲送上去安尼，我意外贴心吼，谢谢。哦玉华姐也是非常的热心，也很认真，这些都是很好的学习。但是这个人呢，是我的这个人是我的同居人，因为不管去哪里住宿两天啊三天啊，他就是我在外面的同居人，外面间对对 对, 对，然后他就忍受我的打呼啊，然后忍受我的什么所有的一切哈，卸妆以后的可怕、啊，来想一下。不过我是觉得最重要的是说，真的在他身上看到很多了。那个有的不是说。
你教我怎么样，我就学得会了。有的时候是自己偷偷的这样看，然后就去学到了一些东西。我觉得有些东西是无形中去学到的，而不是他告诉我说你生命得来安诺安诺哈。当然有时候会啊，但是有时候是我自己偷偷看到，从他身上学到很多。然后他也是我最佳的那个卫星导航。那个时候我还比较没有开车的时候，还不熟，然后他一坐车上根本就不用设定导航，他就是最佳的卫星导航，左转右转，然后前面怎样，真的是太好了。所以虽然暂时离开我们施工部这个位置，但是我会想念这个卫星导航。那也想到说，其实这个65岁，就是戒龄，没有服侍，我想我们每一个人也都会这样子。好，如果你继续在施工部继续一直到65岁也是会，但是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宴席啊？哈，只是说65岁这件事是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，那就是很珍惜在一起服侍的时间，真的非常珍惜。谢谢上帝给我这个好的机会，我不要再讲了，真的让我哭了。一般我们很少参加众会的施工跟服侍，这是我们教会一直都是这样子，所以真的是我是第一个陈牧师派我出来。不是的，所以我真的很感谢这次刚好有机会他一起在这个地方，真的是神的安排啊，谢谢他，没有他我不会在这里，真的如果是我的牧师不是他，也许我就不在这个地方，真的感谢陈牧师，好，谢谢，好，双联受洗，热心侍奉，第一代的基督徒，火热的心，服侍神，也在妇女团契，后来当会长，我们就推荐他到众会妇女施工部来服侍，的确是很好的人才，我们期待他继续留下来，跟我们同甘共苦，共创美好的未来。谢谢你的鼓励，谢谢。
Yeah.
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阿门。感谢神，因为神的爱让我们相聚在这边，因为他的圣灵感动我们，也在这边一起相聚哈。这时候呢，我们来唱这首歌，我们又在一起来，各位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大家一起起立哈，请看我们的心，张开我们的口，一起来唱这首歌。请来赞美主，我们又在一起，同心合一。美好事必定要成就，美好事一切，我们又在一起，来赞美主，我们又在一起，来，我们又在一起，来赞美主，我们又在一起，同心合一。美好事必定要成就，美好事一现，我们又在一起，来赞美。来，事情继续的时候呢，我们用上帝给我们的眼睛，给我们爱，跟我们旁边的弟兄姐妹呼道平安。Yeah. 感谢您来到我们海伦坦长老教会哈，因为神爱我们，他总是不轻易对我们失去的担心。因为神爱我们，他不会将我们当作一个可以随便放纵的对象哦。这时候，我们大家再一起来唱这首歌，我们又在一起。我们又在一起，来赞美主。我们又在一起，我们又在一起，同心合一，同心合一。美好事必定要成就，美好事一现，我们又在一起，来赞美主。阿门啊！大家喜乐吗？大家快乐吗？那我们用我们双手来掌声，我们的圣灵将得上帝所赐的香油，我们天上的父神。这时候，来我们来低头祷告哈。亲爱的阿爸的天父，求你按着你丰盛的荣耀，接着居住运行在我的里面的圣灵，用无穷的大能充满着我，浸透着我们，使我们里面的灵与魂得以变化更新，成为基督的形状，并且不断的成熟长大，直到满有基督的身量，使我们的灵与魂与身体都按着创造您的秩序排列整齐，并且使我们人群的一个部分都完全为您丰盛所充满，使我们由您最丰盛的神同在，成为一个被您自己所充满且淹没的身体，恢复我们原来受创造的形象。我们也是基督圣名祷告，阿门。阿门。这时候，我们在安静的时候唱这首歌来唱。当赞美的旋律响起，我的心全然想。神灵的恩膏满溢，我的心不再封闭，赞美的清泉如春雨沐浴，我心中的喜乐川流不息，赞美的音符如雪花飘逸，心中的暖流冉冉升起，要开口向你展现真心，永永远远赞美不停，永永远远称谢不尽。我要心然向你献上自己，一生一世献上自己，一生一世脚步孤立。当赞美的旋律响起，当赞美的旋律响起，我的心全然想你。当神灵的恩膏满溢，
的心不再封闭，赞美的心全如春雨沐浴，我心中的喜乐川流不息，赞美的音符如雪花飘逸，心中的暖流冉冉升起。我要开口向你赞美圣贤，永永远远赞美不停，永永远远称谢不尽。我要欣然向你献上自己，一生一世献上自己，一生一世脚步不离。谢谢你继续，这时候我们请坐默祷。